来来来，哦，哎，哎，你小心点儿。怎么又是你啊？怎么就不能是我呀？来来来来来，出来哦，乖乖，好不好？ 小宝贝儿回来了，去吧。哎，哎，啊，真可爱啊！原来他的孩子在我车底下。 没事，别乱跑了。哎，牛努力，牛努力。我的车打不着火了。哼，你那车在这儿跑不行，比我这差远了吧？ 当然了，我这车一般人也买不起，估计能买你那车20多辆吧。哎，我钥匙丢了。你到底是打不着火了，还是钥匙丢了？不是，你钥匙丢了，你怎么知道你这车能不能打着火呢？你这人脑子不会拐弯是吧？我说我钥匙丢了。
我肯定打不着火了呀。哦，对，那你现在首要的任务是找钥匙啊？对啊，那快找去啊！ 那一片啊，那一片，那一片，不是你这开着车满山跑什么呀？小心有蛇啊！牛努力，牛努力，在这儿呢。 别找了，肯定找不到了。继续找。啊！完了！哎哎，你给我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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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们是坦克兵，一二三，我们是坦克兵。怎么样？怎么样？哦，照得好清晰啊！哎，不是坦克呢？嗯，在这吗？我哪知道坦克走到那里突然拐了呀？咦，我蒙的你这鬼，这就是个坦克屁股，照啥呢？你这说是拖拉机也有人信啊？这坦克屁股就这有履带呀，你能看得出来？哎。你得像我这样找啊，你那样能看得见吗？这草这么高啊啊。不找了。没那么多时间在这陪你找钥匙，那我现在怎么办？坐你那土豪车。啊，你去哪儿啊？哎，你干什么？说坐你的豪车吗？我这车里只能坐一个人。把你车里的工具箱给我，看看能不能给你鼓弄着了。够新的，一看就没用过。你会弄吗？我得提醒你啊，
虽然你是个摄影师，但不是什么地方都能拍照片的，这是军事区。吓唬谁呢？我来看我弟弟的，给他带点东西。你弟弟能在山上待着吗？他在营区啊。我知道他在营区，我走着走着就走到这儿了，然后导航就不好使了。哎呀，那民用导航在军事区肯定不好用。其实当年我也想当兵来着，我妈不让。为什么当兵啊？喜欢啊。算了吧，你吃不了那苦。真会聊天。我不会聊天啊。弄好了。我不会。你不会，你鼓捣什么？我不鼓捣鼓捣，我知道我不会吗？你不会，你就不要鼓捣。浪费我时间。哎，给我找辆车。破车。哎。跟我走吧。牛努力。哎，谁让你拍照片的？我觉得挺好看的呀，想拍就拍啊。我跟你说过没有？我没拍坦克，我拍的是你。拿我看看。哎，你干什么？哎！哎！把门打开。不开。我砸了啊！哎！啊，自己看。山好看。你手机借我用一下。干什么？都快开饭了，我那帮兵还在操场训练呢。真的，你绕你来的。我去，怎么回事？怎么了？江亮亮怎么了？啊，锁不上了，不挺简单的吗？不会吧？不，你一定要锁上了。这个手机可是我攒钱买的 ，very important。我知道，我知道。报告，我觉得我自己训练的不够好，我给自己加个料。对，我们又研究了一下打靶的问题。
报告。看看我给你带什么了。哎呦我去！怎么样，都是你爱吃的。还是你了解我啊，姐。以前咱们两家离得远，现在这么近，我就得照顾好你。行，那我先拿回去了。哎，你拿一袋回去，那袋给牛班长。我不要，我不能收东西。牛班长，这点东西不算什么，你拿着吧，别跟我客气。哎，你要是不要，可以扔垃圾箱里。班长，可以啊。什么呀，就可以啊？这东西我真不能要啊！你别扔了呀，怪可惜的。这，你拿回去给班里的人分分。啊，是。哎，你需要什么，随时给我打电话啊，我给你送过来。我不用，我什么都不用。你不需要一部手机吗？大头兵要什么手机啊？我送送你。哎，牛班长不用了，我自己能走。没我你出不去。你锁上门就不能过，你轻点儿。我告诉你，这太有难度了吧？这费不费油呀？就是这难度也太大了吧？我这比登天都难好啊！来，我来试试来。快点！哎，快点啊！班长可真要回来了。我跟你讲，这事还得人张能量举办。哎，别催。吓死我了！这不能行，这怎么可能锁得上啊？听张能量说你是九旅的兵王，这么多王啊，一个老兵而已。这孩子是不是刚来就是要当兵王来着？当十年兵了，刺头兵见过不少，这么讨厌的不多。这孩子呀，从小就特别倔，不管做什么事儿，非要做到最好，要不就不做。希望你以后对他好一点。还是那句话，他真的是个好孩子。以前我们家离他们家很远，平时也见不到面。现在好了，我没事就过来看他。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部队里啊有部队的规定，对于新兵来讲呢，除了开放日，平时是不允许见面的。如果你老往这跑，连里会很为难，而且其他新兵看着也会有看法。好，还有你相机储存卡的事儿，我跟连里也说了，我尽量想办法。哎，我们俩能留个微信？可以。有了消息，请你尽快通知我。好。一三五。哎，这信号不太好，这边。来，给我。以后我把电话发给你啊。好，走了，谢谢。还没好是吧？张能量怎么连你也搞不定啊？班长回来了。大哥买了点橘子啊，大家一块吃。班长，这枣儿不擦一遍了吗？又落灰了。没事啊，说。没事。皮儿薄啊，一人就一个，吃多了上火。哎。怎么了？李大雷，到。
叉都掉漆了。哎，谁动手机了？班长，你是怎么发现的？你都挂相了，动手机干嘛呀？就那么离不开啊？啊，有事跟我说呀。班长，没事，就那个也有事。我拿手机照了张和坦克的照片，想发给家里。班长，我知道这是违规的。怎么打开的？拿那个铁丝，嘎就捅开了。你这专业撬锁的呀？照片拿出来我看看。你撬一个我看看。密码打开，开啊！安娜，好了。什么码这么快？指纹解锁了。都在啊！对不起，班长。啊，这照片上怎么没张能量啊？你拍的？是啊，不是，是那个石头摞起来自动拍的。什么石子？石子摞，班长就是石头。落起来拍的，那你说清楚呀！我最近那个舌头是……行了，自动拍的，是。照片上每一个人俯卧撑100个，开始。班长，今天谢谢啊。哎呀，小事情，大家不是都没说吗？哎呦，一码归一码，这次是你帮了我，也帮了大家，那我们怎么可能会出卖你吗？啊？就是，跟你讲，就算是有处分，我梁山
和大家也会一起帮你扛啊。杨晨，嗯，班长，班长，吃你的饭，挺好。你们是一个集体，吃饭。今天咱们要进行的科目是整个新训工作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实弹射击考核，请注意啊，这是考核，希望大家能够放平心态，认真的想一想平时训练当中的动作要领，争取打出个好成绩。正前方100米半身马，10发子弹50环以上为及格，75环以上为优秀。注意只记环数，不记上马。开始。向后转，不能。新兵突打四方，不可能73环。报告完毕。怎么回事？什么情况？报告。小，是我往梁山的靶上打了3发子弹。你往梁山靶子上打了3发子弹，为什么？我看他有些紧张，怕他过不了，没想到老兵的眼睛太毒了。张能亮啊，又开始你的小聪明是吧？啊，这是考核，你是帮他还是害他呀？你这叫弄虚作假。那我请求再打一次行吗？扯淡。你这是相面呢？看了多长时间了？啊？7发子弹，66环，有点意思。然后你直接给人写一枚成绩。对，不能惯毛病。我没记错的话，你当新兵那会儿，你第一次打靶训练，不如人家吧？嗯，你给人没成绩。不行。为什么不行？兵王带出来的兵没成绩。那在我这儿我能说过去吗？看看你看，我就知道你得这样。你能不能不管这么细？兵是我来带，我有我的方法。你不也说了吗？把他们都给我带成你这样。我这样，那真要带成你这样，我就省心了。那你有过没成绩的时候吗？不行，回去。
不行。李处长，哎，努力啊，有事啊？那个叶小俊相机里那个内存卡，是不是还在你这儿？在。啊，是这样，我呢，想麻烦你个事儿。他相机里面啊，不是还有好多自己拍的照片吗？你看，如果要是跟咱们部队演习没关系的话，能不能？啊，当然，你也再甄别一下，如果没问题的话。你能不能拷给我一份？哎，你看我 U 盘都带来了，这是没用过的。什么？他又来找你了？是，这事儿后来我自己也想了一下，把人车玻璃砸碎了，是我不对，行为过激了。这样吧，你等我两天，如果可以的话呢，我打电话通知你。妈，我跟你说啊。这左上角45度的地方，那边黑色区域就是坦克。准确的说呢，这黑色区域就是坦克的30板，就是坦克的屁股。爸爸，我们这个坦克之所以没炸下来了，是因为这个摄影的水平有问题啊。当然了，这个坦克跑得太快了，没抓得住。不过你相信我了，我肯定是跟坦克合影的嘞啊。奶奶，你可以拿着照片告诉我大姑。还有隔壁老张的3小子，你就跟他讲，我开的是坦克，比他们家那辆客货两用大多了。哎，照片都洗出来了，第一时间就洗好了。哎呀，写什么家书啊，什么年代的，有什么是一条微信聊不明白的？这你就不懂了吧，像这种照片啊，一定要用信封给夹寄回去，太重要了，太珍贵了。这我碰到你的鬼嘞。最主要还是要说明为什么这个坦克照出来像个拖拉机。决定跟你没关系，我回去。喂，这么巧啊？巧什么呀？什么事儿？你干嘛去啊？拿快递啊。快递盒子都破了，要不要看看里边有没有事？真的。谢谢。哎呀妈呀！这什么啊？那个我妈给我寄的，哎，就是那个谭谭谭谭总疑问文那个，给你试一瓶吧，效果特别好。啊，给我，给你，看一下。哎，我妈，我正有事儿找你。我有事要找你呢，你先说。你是大连长，你先说呀。你先说，我看是大是小。我给你请半天假。换照片去。哦，这都保密科筛查过了。你叫叶什么？对，就是他当事人。啊，叫叶什么？他弟弟也在咱们部队。你说，我知道，你说点我不知道的。我不知道的，我跟你说什么呀？我不知道的，叫叶什么？你还有不知道的事儿呢？有，叫叶什么？你等我去见着他，问问他，回来告诉你。新训3个月啊，没有极特殊情况不许请假。
你是算极特殊情况吗？你说我这算不算？你这叫什么名儿都不知道。我接到一个任务，明天上午10点在会展中心，旅里呢让我带几个人去宣传宣传，讲一下文职招聘的具体细则。我们班要出人去啊？我觉得你去挺合适啊。我去？我干嘛去？讲话去。你别闹了你。我站在台上讲话。那怎么了？我这不给你捅娄子吗？我哪会说话呀？还站在台上，下面多少人呢？700号人吗？这绝对不行，去不了，去不了。我去了，给你捅娄子。你就当那下面都是你的兵，你就讲讲这当兵的体会，啊，有什么样的感受？你掏掏心窝子，明白我什么意思吗？啊？以后这样抛头露脸的机会，多参加。去。你这么一说，我更害怕了。我万一在台上说砸了，那还不如不说。你又没看什么亏心事儿，你能砸成什么样啊？又说真心话，会不会？嗯，好。背对着好吗？腿可以出来一点，好，很好，很好。叶姐，电话。说是砸你车窗那个兵，什么事儿？哎，你明天上午有时间没有？没有啊。啊，我明天进城，上午10点在会展中心。哎，你过来一下吧，我把照片还给你。真的？会展中心哪个厅啊？哦，那我现在还不知道呢。你们那儿几个人啊？我请你们吃饭。我们得去个几百人吧。你安排吃饭。什么活动啊？这你可别瞎打听。哎，你给女孩子打电话都这个态度吗？那给女孩打电话和给男孩打电话还有区别。明天上午见吧。上午的外景改期吧，叶姐，明天上午那单四万啊！再说这明星档期也不太好改。签合同了吗？没签合同啊，就是个下场。啊啊！放眼世界，各国纷纷在科技领域和军民融合上加大了战略投入，想在激烈的国力比拼和军事竞争中掌握先机，赢得主动。所以如何能把握好安全与发展的黄金切割点，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下面有请我们部队的几位同志和大家说一说，与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的军旅生涯。司令，到。是。带着稿子吗？大家好，我叫牛努力。努力，我努力。有麦克风呢，小点声。哦，
不习惯。大家好，我叫牛努力。我吃我笑我狂，给世界一点光。